What?会跟闪现就死了，景博也绕过来了，来了，这波选择回来硬刚了，但是哇，直接烫死，升五级也没花太多时间，然后回来石头人刚好刷新，对，而且下路这里这兄弟是帮他把线推过去了嘛，所以他可以上的也比较积极的。哎呦，绿毛这边开启了通道，这隧道开的好快啊，是的，之前应该要射了，再不射来不及了，还没射吗？这不三千血要射了吧？这一箭中了，中到那个Scout。但是后续也没人敢上，闪现过来给个 Q 技能，绿毛这边很敢，哦，这边顶一下，顶飞了一个牙膏，还没什么效果，想龙拿下来，想什么拿下来，但是能跑吗？这里一个扑灭防御的大招效果还不错，但加点缓冲一个大招保护自己的后排，这还想追，此刻在这边被留了一下，感觉要卖自己了，闪现交出来，哎呦，洛弗兰这边给闪，给一个大招，但是没有后续了，这边隧道也没人敢钻，这波 EDE 可以啊，全员冲，这边稍微牵血一下应该能等到，这边看到人了，杰杰很强势啊，一直要过来的，这波有点伤，自己的闪现这波结结出事了，为了反这个眼，但是能不能直接把控死，哎，大招击了，保了一下，卡纳被救了下来，反手一个大招，这边一个乱战的话传不到很多人，但是输出跟上吧，牙膏也是裁决，又踩了一张，然后这边胆子很大，换到了 Maker 在这边，狗熊也被秒掉，昂一个羊撞起来，两个人龙魂跟绿毛两个血量都不多的，龙魂这边反手点一下奥迪，四个人在塔下瑟瑟发抖，哇，又给了一个 Q 技能，两边打了一波一换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奥迪强行顶塔顶死了，但是还能换更多人吗？哎，这波强越塔感觉有点伤，他冲动了呀，牙膏这边感觉还能再杀一个，哇，一滴伤，看一下这一波，一上来。牙膏的 Q 是没有，那个绿毛的 Q 是没有 Q 到，这里 Maker 打的还是挺好的，他反手直接定死，我前还好巴德这个大招放了，要不然千就直接被秒了。他这个大招救了卡纳维，同时其实也救了 Maker， 然后加疗下来，这个嘲讽给的很关键，是的，好多人，四个人应该是。但这一波其实狗熊的一技能伤害拉满了，不过没有后续的伤害了。主要狗熊大招差一点吧，狗熊在这个地形如果有大招的话就很厉害。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红色方已经开始动龙了。哇，这真的是硬来换一波啊，上头啊，我觉得真的上头。不过 Scout 这里伤害拉满，对，前期的话京东赚了一些经济，这一箭射到了 AD， 但没有人跟得上啊，得用 Q 能练一下，想强行秒吗？后部这边很尴尬，加疗的大招开过来，大招下来，但是在塔下只能卖一个了，后续还有追击吗？把那个人留住，金博想反手顶一下，加疗反正控制的很不错，秒掉了卡纳维，艾希的输出没有办法带走 Scout， 又是 Scout 这波站了出来啊， Scout 这个加疗很顶啊，闪现过来跟一个 W 再加复活带走了 Scout， 后面这边想闪现换，我会不会有点太冲动了，但是还箭射死了一个，双方交闪现走会觉得亏吧，来看一下这一波，艾希一箭直接是越过了女坦，射到了菲留斯，勒夫兰过去给到链子，哇，这一波勒夫兰是直接把 Maker 给带了进来，让加疗的大招放的位置也是比较一般，这个时候巴德大招留了下巨魔，不过这个时候加疗的回身嘲讽给的很帅，很关键，这个嘲讽千珏是什么都没干直接被秒了，但龙魂胆子是真的很大，这波龙魂的选择是很漂亮的，因为加疗回身放了个 W， 哇哇，这一波这个闪现交的好，没有躲开勒夫兰这个 W 的话，可能最后连先照一下看到了向河道处进发的 EDG，哎，这波杰杰的位置有点危险，被连住了，哎，死了这个位置。哦，还好管线女坦给了一个大招，那到底谁死？巴德这边非常危险，开了个隧道过来。哎，这个羊没有撞到，这波正面没有羊了，一定要走了，打到两个 C 位，奥吉这边可能要被卖掉，没有 C 位帮他挡一下。没过来也只能死。这波要走，后部这边，哎呦，直接被射死了。现在拿一个双杀，交出闪现的加里奥，应该是可以跟杰杰跑掉。柱子立一下，勒弗兰过来不想让你走，挡住了一下，闪现 Q 到晕到。哇，这一波爆炸，这波炸了。哎，这边已经没了，杰杰但是过来可以击一下，哎，杰杰劈了一个自己的闪现，但是这个能跑掉吗？感觉跑不掉，吸了个大招，这个大招吸出来，但是最后一下闪现普攻，跑不掉，他就可以去做一些保命装，
哦呦，直接逼出了闪现，在家里等着。来，这波有巴德，同样的位置，勒夫兰在侧翼，这个时候要小心勒夫兰，直接上奥恩了，这里两个 ADC 全力输出，先打对方前排，这里直接给一个大招，加料把对方两个人打退，但是奥恩直接秒掉了亚哥，两个秒掉了厄斐琉斯，ED的希望没了。 没有希望了，ED这波要溃败。确实，你给京东这种阵容拿到优势啊，是真的挺难打的。这波牙膏是怎么秒的呀？有没有？就踩进去，牙膏就过来，我直接开你。是的，然后先规避加里奥大招。这个时候洛弗兰就已经在后排了。对，我们看一下，厄斐琉斯给大的同时，一技能先连到，先手练到了。EQ WR， 那这没办法。 这人经济的差距也太大了，是的，一万多了，哎，先回来反身R一下 ，W 又好了，哎呦，难受呀，抓不了呀，老子哥灵活呀，两路被迫，这把确实被碾了，这把没办法，上把的话可能还看到了一次翻番的机会，但这把确实京东的。 硬实力啊！整体运营节奏实在是领先。ED奥迪怼闪两个人，想秒，但是这里艾希直接开这个走位模式，直接进场，大辽打招，后部闪现躲了一下巴德的大，大辽嘲讽一下，但是千珏开大了，千珏这个大招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些东西？艾希在全力的输出，卡纳被带走了，但是后部这里能带走一个 token 吗？单挑还挑不太过，还有一个人不是单挑，动物这边过来配合艾希，哇，这个闪现躲开了加辽的嘲讽。 而且狗熊是冲塔去了，这把确实没办法了。最后开始仅存一个中野，杀不掉了，杀不掉了。哇，这把确实京东打得好呀！欢迎来到赛后采访。那今天首先要恭喜京东 Gaming 拿下了我们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有请到的是辅助绿芒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DG 的辅助绿芒。哎，今天可以说是拿下了五连胜啊，有没有感觉大家的状态又回暖了不少？首先拿下五连胜特别开心嘛，然后其次我们竟然在常规赛输给 EDG， 这次赢了也算就是突破自己的心魔的那种感觉吧。所以在赛前会不会觉得今天要打 EDG 会不会有点害怕这样？是有嘛，因为我们常规赛很容易输给他们，然后加上他们后部也回来了，他们状态感觉上场的比赛也。 也比较好，就有点紧张。有点紧张。那第一局其实又被他们有一波在我们的大龙那里啊，就是拿下了一波机会，最后又是双龙会。那个时候就本来你们就对他们有点忌惮，再加上他们又一波翻盘的那种感觉，当时你们是怎么样去布置战术的？ 因为就第一波我们就是第一把嘛，第一波我们被别人抢掉大龙，然后就是我们已经懵了，就因为当时也就卡纳维说瞎子没惩戒，然后让我们去打大龙，然后忘掉了加辽也可以换惩戒的这个，然后被抢掉了，然后我们全死。那波说实话挺伤的，因为死了过后远古龙也会被他们拿掉，就对我们来说打击挺大的。到后面就还好，我们稳住了，然后最后被大龙团打得比较好，就险。 险胜，甚至说，就所以当时是其实被对面抢下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懵逼的一个状态。对，因为就完全忘了加料换惩戒这个事了，就有点懵。那到后面你们是怎么样找到一个机会，在他们二次大龙想要 rush 掉的时候抓住了这个机会？当时是怎么样去说大家怎么去打这一块的团战的？ 因为第二次他们打大龙的时候，他们比较优势嘛，然后我们有一个人是后岛的，然后我们去草里看的时候，他们四个人在龙坑，然后奥迪在他们就是上面边上，然后我们选择给龙，然后打人，然后把奥迪杀了过后，里面的人他们就比较危险嘛，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那样打，然后还好赢下来了，还好赢下来了，还是有点紧张的，对吧？对对，有点就怎么说呢，他们打的挺好的，就大龙的不团。 就抓住了那一波机会，那话说回来，我们在看到我们这两局啊，第一局和第二局，你们都放出了这个版本非常强势的这个厄斐琉斯，你们没有选他作为蓝色方，然后也没有 ban 他，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应对的方法吗？因为平时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有练习，就是用寒冰去打厄斐琉斯嘛，也练习到了。
就两个都你玩一个我玩一个那种那样练习嘛、啊、我们都有练习，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就没有特别大关系，然后只需要抢其他的路上的 OP 英雄就行了。就所以说他前面没有抢那个越南，后面抢了越南的话，然后你们有反正有应对的方法。对对，他选一个我选一个吧，韩冰跟 OP 就是、啊、他选一个我们选一个，我们就这样平时就这样训练的。那所以说其实现在你们已经找到了去怎么样打这个厄斐琉斯这样一个英雄，那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各位看比赛的观众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大家平时 rank 的时候都对这个英雄挺头疼的，甚至说能不能把这个英雄彻底的 ban 掉，不要他太强势了。就主要还是他这个英雄厄斐琉斯这个英雄嘛，他主要还是就是三级左右热波就黑色的时候配合什么日女锤石这种控制，他很容易杀人，这波要小心、嗯、然后第二波就是小心他的白色很多的时候你不能跟他硬打，就小心这两个的话、嗯、基本上他也没有特别厉害，因为他已经被连续削过两三个版本了。就其实现在大家只要多注意一下他的一些小技巧，就还是可以应对他的。对，就小心他的武器还是能打的。那推荐一下下路组合怎么样去对抗，怎么样一个组合去对抗他？就比如说像你们今天的艾希和巴德啊，艾希和布隆啊这样。其实就我觉得打奥佩六斯还是看中上野吧，下路倒没有什么特别好打他们的啊，就是还是要看整个团队的配合。对对对，就冲他脸上那些英雄特别多的话他就会很难受。嗯，我们也知道啊， Loken 他的这个厄斐琉斯也是我们 LPL 数一数二的厄斐琉斯玩家了。那今天我们看到第二把三线虽然说都发育得非常不错，但对面好像还是比较针对你们下路的，几次来一起大概有三四个人一起来到下路想要顶塔杀掉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其实第二把热播就是我感觉他们就想进来跟我们换人头，然后就来约了，对我们来说影响都还好，就第二把的热播啊，就还好，就可以扛得住这个压，对吧？因为他们的阵容需要在前中期拿到比较大的优势，所以他们那样做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嗯，好，那其实今天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京东 Gaming 啊，全线都发挥得非常的不错。那也看到啊，你们下路的组合配合的也是更加的有默契了。那今天呢，我们截止目前为止啊，Loken 来到 LPL 也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而且你们俩是合作了有多长时间了？跟大家讲一讲。我跟他合作了这个赛季算上的话就是5个赛季，5个赛季了，其实算是非常一个久的一个组合了算比较久的啊。那今天我们的 Loken 选手呢也是在我们第一局比赛的时候使用艾希这个英雄拿下了他在 LPL 的千杀，作为老搭档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的？因为你也算是一路以来看着 Loken 从一个默默的打 AD 的选手变成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在 LPL 数一数二的名列前茅的一个 AD 选手，那他拿下了千杀有什么要对他讲的呢？就辛苦了 Loken 弟弟，然后我们会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还会一起打更多的比赛拿下更多的击杀，对吧？对。那对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和要求？现在的目标的话就是今年去到世界赛吧。就是去到世界赛。好，那我们也感谢绿毛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也希望京东能够拿下他们的更多胜利，完成绿毛的这样一个要求和心愿。好，那我们赛后采访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时间交还给娃娃和米勒。